就是被甩嘛，你就天天买醉，有没有想过村口的表妹为你流下的眼泪？表妹也跟人跑了。也罢，痴情少年变渣男，痛苦一去不复还。宝贝儿，起床了吗？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爱你。那你发朋友圈啊？不发，分手。对不起，也许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看好自己的女朋友，公关村渣男来喽！四个大字，你弟渣男。别能忘呀，媳妇回来了。行了，兄弟，明天带人过来修门吧啊！好，多少钱哥？十二百多。对。啊？没有完，谁也不走啊，哥。起了二位，第二招够用。对不起吧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呸！渣男，有些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，一边 baby 早点睡，一边在那宝贝，手机微信不回，借口找一大堆。其实姐妹很高贵，但你不配。其实姐妹很高贵，但你不配。谢谢。哎呀，她真是我妹妹。身份证带了吧？带了，带了。没有人跟着吧？放心吧。走，请你上网去。啥？我户口本都带了，你光请我上网啊？我这都没嫌弃你坑队友，还这那的，你到底去不去？去啊。嗯，老板您找我。你一个月考勤出来了啊？你看看怎么回事啊？太不像话了。您先看看这个。先不看别的，我就先问你这个月考勤怎么回事。我刚签了一个800万的单子，合同已经签好了，您看看。800万？嗯。啊。800万就能为所欲为吗？可以。我操，武警！那个，那这考勤怎么办啊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不重要。好工作啊！好。哎，春娇，你们后面有帅哥，你快点。媳妇儿，我走了。好香。同学聚会吗？你跟你说好了。同学聚会，你换啥发型，换啥衣服啊？嗯，那不得给你长面吗？长什么面？再说了，你换衣服换发型也就得了，你起啥早啊？嗯，同学聚会光带吃啊？什么话？嗯，那不是跟人谈好了吗？那他们找我谈。不下车，你等啥呢？别说话。咋了？不舒服？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马上。咋了？咋了？哎呀！哎呦，腿麻了呀！哎，哪条腿呀？哪条腿呀？昨天我看有人在视频里说想把我放到麻袋里，扛起就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扛不动，尴尬的是我还是你啊？谁让你买这个的？花多少钱？说。媳妇儿，我错了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个才花了1000块钱。骂我？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爸买这个才花了800块钱，剩那200块钱你干啥去了？二百，剩二百块钱，我买了个这个。骗人！你爸买这么大的才花了160。老公，你下次买东西能不能讲讲价？媳妇儿，我讲价，讲。看我爸能会过日子劲，你能不能跟他学一学啊？啊，行，我这就跟我爸学。亲爱的，我把你照片给我妈看了，然后呢？她
他说他特别喜欢你。那你还不敢叫爸爸？那你还不敢叫爸爸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要煎饼。亲爱的，饿了吗？当代青年卑微的发泄方式。分手就分手，绝对不回头。离开就离开，下一任更乖。啊、下一任更乖，气死我了。哎呦 ，everybody 在你头上暴扣 ，no fly， 我根本不是爱豆。哎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女朋友。哎，挤开了，哎，挡住 N 电梯了，这个写错。我跳不停。曾有命有多少，想来烦恼，大多数都沦为配角，趁着身子好。李老师，我出来了。怎么样？你说啊，是不是还没查出什么结果？有结果了，快急死我了！你说啊，我能承受得住。我们还是分手吧，我不想拖累你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医生说我头晕恶心，还常常看不清眼前的东西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把隐形眼镜戴反了。眼镜戴反。你个大笨蛋！等一下，物管，找这个，是吧？建议零售价两块吗？不是，我不建议零售。走去。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对你莫名的心。来了来了，你这手痒啊？哦，这背痒吗？哦，腿又痒了，你到底什么事啊？还有事吗？没事。哦，你别管我是谁，我们能够在茫茫人海中相识，也算是一种缘分。我，哎，别说话。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猜猜对方的个性如何，什么身份，有什么兴趣。小伙伴好久，好了。啊。先生，你这儿不能喝自己带的东西。啊？我喝这个不是我自己带的，是他带的。酒虽然是我自带的，但是我没喝呀。你们俩不是一起的？我们俩可以不是一起的。谁呀？你哪位？我不认识你啊！我看着你也脸生啊！来，那边陌生的朋友，干一杯！我们真的有意，好，相逢即是有缘，来，今天不醉不归，干！啊！爸爸，この世界で一番可愛い女の子は誰？女の子、お母さんよ。いや、一番可愛い女の子、女じゃなくて女の子だよ、女の子。お母さんは女の子でしたよ。でしたけど、今の女の子、女の子。冷麺って言ってくれよ。冷麺が世界で一番可愛い女の子って言ってくれよ。普通のお父さんはそんなことで言ってくれるやろ。自分のあれに見えないよ。なんで見えないと？見えないよ。哎哎，急着！我刚才楼下看了一个女的，大脸盘，小眼一眯，嘴巴老大，老磕上了。是不是穿上红裙了？啊，这胸口还有朵大花儿。等一下。